这个买玉石啊，它就是缘分，很奇怪，有些你很想跟他买，也买不成。是的，已经很少来了。设计好了，看博生界都看不出来了，设计什么？对，算龙戏珠，我们龙凤都设计好了。好多新货，看有没有对的。都对，钱的问题啊，这怎么卖？这个旁边开了。我看不懂，开120万吗？没有，开12。那为什么开那么高啊？开得太高，我都不敢给。这种就真正的又油性皮紧，这种石头大概率是不变种的。给过16了。那他要卖多少啊？给过16很久了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一段时间云南公盘公了很多，很多朋友都下去公盘了。要不你再问一下，16万，再问一下。是不是有个盖子啊？他这种有盖子吗？盖子没有了，平洲这里经常也有盖子的。对，没有盖子。片料市场嘛，你就把它当成片料来卖就可以了，而且还有抛光链。哦，这里有一条链，两条链，很漂亮。漂亮是漂亮啊，价格的问题哦。我这里真正的是种老啊，老到老掉牙的那种啊。它不是一起的吧？是一起的。这件怎么卖？这件开8万。没有人给过。给过20000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它这个链就太凶了。22000，帮忙问一下，这个要加一点，那个就没办法加，那个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完蛋了，我身上也没有钱，你说你没有钱的。刷我的脸，我脸没那么大啊。哇，这个肉质我都很喜欢啊，很纯，胶感十足哦，这种才是真正的胶感啊。认真研究一下，怎么说？在我四位档头都给过18，那就18。好，今天一定要在你这里买东西，如果买不成就是你不会谈，不管我的事情。如果这个让我买下来，我要把它做视频，一片一片的做，做到年底去。他说你说不定切一片出来，然后都想直接全部切出来。可以吗？这个就是没肉啊。你刚才说这一件给多少？22000。我说给过20000。对呀、啊、你说给过20000嘛。25000。25000啊，那就26000嘛，爽不爽快？对，主要是这条裂，裂得很凶，三角形的，要切掉吗？它没有裂出来，就看到时候看怎么设计。切掉也可以，切掉它也够大，然后这里还有裂，品质够高。你完蛋了，如果买的钱，一年是看你十收，这边18万，这个26000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办。看一下要左边的剩还是右边的剩呢？我帮你买点盘子。小姐，你要帮人家在这里看档口，我告诉你。哎，那这个我还挺乐意的，这个可以卖东西，可以。拿这个干10年，等我们签到了就回来行。卖10年呐、啊，这个销售能力就太弱了。哇，都是好东西，工料也很奇怪，这边这么漂亮。明显的看得出来吗？这里比较透，这里就好像灰蒙蒙的。小姐，你在这里，我先到那边把钱付了。好的。怎么说？我一直在听他说，然后说按店里的那个价，他说不是。你说这一件还是说这件？好，那你这个谈，好好聊嘛。这个买玉石啊，它就是缘分，很奇怪。有些你很想跟他买，也买不成。但是我基本上这两家都是能够买得成的。还有我们前面遇到的那个美女啊，那个呢就是很想跟他买，但是奈何这东西实在是不对账，没有办法。缘分，这个怎么跟上次买的那个要做一念之间的有一点点？我那个肉比他好多了。肉是比他细。对，然后这里有裂。而且他这个黑好像没有那个的纯。下面这里好多裂，这一边的位置应该是没有的，是吗？这里有裂，这里变种，这里的种水这个位置不好，最好是这样的。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一层裂，还要薄呢，要薄。他说一个盖子丢了，2000多块钱。我本来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它这里有一条裂，它好的位置在这里，你看。他说这里是变种。他说起货很大。他都已经丢了盖子，他怎么知道起货很漂亮？因为他自己开过窗，他知道。你跟他沟通吧，他能卖就卖，不能卖就拉倒。然后这个呢，没回。没回你就给他打个电话，杨小姐，你现在乖多了。为什么说你乖多了？因为不会手拿这个拿那个。你刚跟我出来的时候，手老是拿这个拿那个，那是因为老板娘在打电话发。他没有看这个档口，你手拿来拿去，人家会很害怕，你知道没有？又是熟人，他只让你拿又不好，不让你拿又不好。现在就对了，静静的看。之前刚来市场就感觉哇，好多料子，然后这个也想看看，那个也想看看。但是我拿他就不会。对，现在就是你上次说完之后，就觉得哎，老板娘在忙的时候呢，就不要随便拿其他，让他安心的去谈。没错了，啊，那料子的肉质真的是好。他要是这个料子没有长这些花，这个料子10万都买不到。它就是花长得比较密一点。这个料子长花了，不长花10万都买不到。起货很漂亮，我给你看。但是它长花了。它起货长花很漂亮，因为这个是它
他们给过十二，因为他买回去有钱赚，也是他跟剩那个人。这个他要多少钱？这个给过三万，然后这个给过十二，你看一下。研究一下，没有，我主要是研究一下。这个确实他们自己给的，因为他买回去有钱赚了嘛，接着那边了。这铜料吗？是的，铜料的。对，还有这个也是铜料，是货头的。这个也是铜料。铜料。他说这个给过三万也不行。好吧，没有缘分。你有这老板娘的？你们姐妹好像有这个老板娘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那时候有加过。那就这样子，如果他十八万愿意卖，你就给我发个信息。好好。然后我就过来拿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他说二十万。二十万看不到。那时候谈下来的话，你发我。好好。